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易云书的 r t a l k 线上直播讲座。那现在我们刚好店里面正在展的是如意普心畬的诗书画的展览，所以我们今天也很高兴能邀请到呃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献处代理处长何燕全博士来帮我们带。 啊，带、呃、来这这一段今天非常精彩的一个线上讲座。那题目呢？呃，今天那个我们的题目是这个“文人画第一笔论普心于呃的书画古人味道之处。那今天的讲座非常精彩，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何延泉博士。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那。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座哦。那今天的题目是，就是论普心宇作品中的古人味道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定？就是因为其实过去大家太执着于普心宇的所谓传统的功力。那这个待会我们也会讲，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执着，但是这也是他的优点。 但事实上，它有更多是所谓的古人味道主就是待会你们会随着这个 P P T，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做了很多事情。那你没有仔细的去体会，你不知道他做了多少事情。那事实上真的是蛮多，就是你想象不到的。就是你随着他的作品慢慢的去品味，你就发现说，他其实解决了蛮多这个古代，尤其是古代绘画上面的一些难题哦，就是从宋元明清发展以来的一些困境。 他其实都已经，他不是尝试性的去做，他事实上他都已经把它发展到一个程度了。那那我们还是从从头开始，就是不幸畬，当然大家都对他的对他的认知有一定的认知，那有些人可能不是很清楚，那就简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他很重要，就是他早年隐居在这个西山戒台寺读书作画，然后到了快三十岁才回到北平。 啊，然后才参与。那后来张大千当然住在他的隔壁，两个人就被被称为所谓南张北普啊一九四九年渡台，啊，这是简单的。好，那住在北京西山寺呢？这个其实有一个照片，左边这个我们看到黑白，这是一个一个外国人在在早期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拍的。那现在现在的照片是右边的，那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的变化。 就是我们大概依稀可以知道他住的环境是这个环境，那环境当然非常重要。环境对一个艺术家来讲非常重要。如果你住的环境是非常脏乱，每天看到都是很丑的东西，你大概也很难发展出什么好的艺术的作品。我就常常开玩笑说，你像意大利米兰，他们张开眼睛看到都是很好的建筑物，当然他们的时尚会非常的强。那你如果张开眼睛看到都不是美的东西，就比较困难，因为那是与生俱来的哦、喔。 那当然，这个很有趣，是我就举一个这个松树哦，他在他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戒台寺最有名，就是他的松树。那我们知道普，古普心畬画的松树是非常大、非常的有名，也画的非常好。那这个卧龙松更有趣，是恭亲王奕欣那时候一度隐居的时候，住在也住在这个戒台寺。那这一棵叫卧龙松，它是从旁边你可以看到它从栏杆长出去。好，那最有趣，你看如果看到左下角，这有一个故事，就是。 你看到我右边，你会发现那个松树的底下有三个字，写“卧龙松”。那这三个字，他们说就是一行写的，恭亲王写的。那当时就有有那个，应该是有那个出家人就跟他讲说，位置在哪里？位置就在左下角的，你刚才看到的那个红色的旁边，他那个牌子就插在那个松树的上面，顶住那个松树。也就是说，那时候就有出家人就说，你好像拿一把剑从那个从那个松树的那个肚子把它这样插进去。嗯 就预示后来恭亲王后来就出事情他没多久就就就出事了，所以这个很有趣，就是这,這个这个卧卧龙松现在还在，那那普心于当然留了一个西山草堂的古松，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是非常的写也不能说写实，就是他他其实可以把松树的精神表现得非常的好。那松树最厉害当然是它的这个躯干的这个扭转啊，还有它这些松针的处理，他们都看到就是非常好的这个用笔。 其实不幸于好，好在它的用笔，那、啊、这个用笔很重要，就是非常的重要。这牵涉到一个画家接下来能不能继续发展，其实用笔是最关键的、哦。反而那些外形的相像，那些还比较容易处理。哦，这是我们可以让他用笔，其实非常的大胆哦。从松针的最细致的松针，到到最夸张的这一些那种松干的那种笔触哦，他都可以把它做的，而且就几乎是一笔就处理掉。 顶多再染一下，所以其实效果非常的好。那这个当然很困难，就是这里面有一定的笔墨的功夫，其实没办法达到，你只能在那边慢慢的描摹，去描出那个样子而已。那这个基本上是不容许你花太多时间去处理的，哦，也就是有一点像我们在欣赏这一类的东西，它是有时间性的，就它它的线条从出发到结束，中间是不停顿的，你可以很精准的去切画出每一个时间。 有点像是你在听一个音乐演奏，从开始到结束，中间是不能停。你不能说，哎、欸，对不起，这边我弹弹错了，我再重来一次。没有，这个也是没有的。所以他几乎把普心鱼作画的痕迹，从头到尾都保存下来。好，这其实很重要，就是你你透过这个其实是可以去还原他作画的那个过程。这个也是在欣赏这个中国书画，其实蛮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些线条，好，这跟书法的状况很像，透过这个线条。 去想象这个古人怎么在写字，怎么在画画，然后透过他肌肉的动作去想到他的，就说透过这个生理特征去联想到这一个人。所以你在看作品的时候，其实想到脑中想到的是一个古人坐在你的对面，在画这一张画的那个情景。这是这是一个蛮重要的理论。那他的秩序就非常重要，就提到说。 他虽然说他自己说书不能终不能工，但是临写古人四十年，所以其实他在书法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哦、啊，你看到的这个第五行，他在讲写米兰公米芾的字，他临写了二十年，光是一个米芾就写了二十年。哦，那他他他他的字当然他的底，我们发现很清楚就是米芾的底。哦，那蛮多书法家都是以米芾为为主，事实上他也不是只写行书，他的篆书、楷书、隶书都能写。 哦，那很重要就是他书法，他自己有讲，他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在学书法。哦，那那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书法入画，他自己也提到了，他说他在马鞍山就是这个戒台寺呢，开始开始学画画，那他没有老师，他就等于就是，但是他有他拥有所谓书法的笔法。那你只要有用控笔的笔法，其实你是可以用笔法去分解所有古画上面的笔法。 哦，所以他说他家常，你看第三行的后面家家藏的唐宋名画还有素卷，日系临摹，这就是他的老师。哦，那后来他等于是没有师承，好也就好在他没有师承，因为师承很麻烦，就是你大概很难去超越老师，或者是说你可以去做跟老师不一样的。那卜信宇没有师承，他的师承就是古画，所以他没有所谓的超越的问题，就是他他在学的时候，等于是他可以转益多师，每一个人他都可以学。 这其实是蛮重要的，哦，他你看，他没有老师，也没有画友，所以就没有人影响他，所以他等于是在一个很纯净的环境下养成。好，书法你刚才可以看到，他学了很多各式各样的都有，那这些其实都是在增进他的的笔法的能力。到了绘画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就是完全是以他自己自己的喜欢，然后他喜欢，他说喜欢游山水，所以等于是就透过自然跟这个古人去学到这个所谓的绘画的方法。 所以也可以发现，整个整个民国时期,期、清末民初的这些作家，有些民国初年的，他的作品一拿出来就是一股清流，完全没有一点世俗的那种世俗的那种俗气。我觉得这跟他的那个学习的过程相当重要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不确定、不不认真的去看他这个历程的时候，你没办法知道为什么他的东西会这么的干净。哦，就归咎于他，比如说他是什么，其实一样是王爷的。 画画的也蛮多人的，他们普家的跟他同辈也蛮多人在画画，就是没有人画到他这个这个境界啊、喔。因为养成的过程不一样。哦、喔，那他连他自己比较细部的，他都讲，他一开始学四王。那因为四王等于是清初最重要的四个画家，等于是所谓正统派宫廷的代表，所以他一定是从四王。他爸从小就看了很多四王的作品。哎、欸，他发现四王少含蓄，笔多偏。为什么他会知道笔多偏锋？因为他书法写的太好了。 所有的线条入他眼，他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偏锋，这个是中锋。好，那他就很清楚知道这个这个笔锋的运用，所以他就开始学这个懂句。刘松年、马下，然后他提到很重要就是转奏之笔哦，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他一开始就发现这个笔锋在这个书画在绘画里面的重要性。但是一般的画家其实不太会知道，因为老师在教你画的时候可能不会跟你讲这个中锋偏锋这个问题，只会教你画而已。 哦，所以你就会发现他是南北中都写，而且对他来讲，其实没有南北中的概念，他不会说，哎、欸，好像北中比较偏职业，南中比较偏文的，对他讲没有，因为他就是从这个书法的方式去看这个绘画，那你一看就发现根本就是南北是一家的。哦，其实所谓的马远下国也不用的偏锋也不多，只有在做这个斧劈村的时候会用一些，大部分还是以中锋为主。 所以呢，而且重点是最后一句最重要。他说：“以书法作画呢，画自易工，因为你就是有等于是有一个方法了嘛。你有了这个方法去画画，就很容易画到好，画好。然后加上他又以这个于世的心态去画画，所以他说‘工拙亦不自计’，也就是说，他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传统所谓文人画的概念，就是绘画只是对他来讲是最枝微末节的。好，当然诗书是最重要经学最重要，再来诗书，然后再来书书法，再来绘画。” 那他因为他他对于书法的理解，所以他等于在看这个古话的时候，他就发现，哎、欸，其实古话他讲的很重要，就是他说用笔的方法就是四个，好起伏顿挫。那这个起伏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讲的提按，好，那我们讲的提按是指手的动作，提笔跟按笔。那他讲的起伏是指毛笔的动作。那书法史难就难在，经常你搞不清楚这个作者他到底在描述毛笔，还是在描述这个。 肌肉的动作，还是在描述这个字的外观，所以有时候你会搞不清楚啊，因为他对象，他的主持可能是毛笔，可能是他的手，也有可能是这张这个字。那因为他通常中文很少会放主持，所以会跳来跳去所以起伏顿挫就是用笔的四个方法就结束了，他就等于是把秘密都跟你讲了。所以你在写字的时候，我们在写字的时候，你就要检视自己，你有没有做到起伏顿挫这四个东西。如果没有的时候，你的笔法就是有缺，有缺哦、喔，有缺憾。 哦，那他讲的更讲的更仔细了。他这个其实这句话已经讲完了，就是他把那个山水画的，就是说中国画的秘密都讲完。他说只第一笔，啊，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山头第一笔，第一笔里面就有四个起伏顿挫的四个笔法。他说这是基本用笔，然后接下来的三树一切人物花鸟全部都是由这一笔变化而成的。哦，所以你要去琢磨他这一笔，就只有这一笔而已，这一笔就结束了。 那这一笔就最难，因为它就含着四个动作。那四个动作怎么来？他这可能就透过他经年累月在书法上面的经营，透过书法的学习，所以他把这个起伏顿挫练习的非常的熟练，然后拿来表现这些东西。哦，所以其实很多人在看他的东西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那这起伏顿挫很很有用，就是当你看到一张画，比如说这张画标那个题目名称写“普普如。 就你发现他没有起伏顿挫，你就要特别小心了，因为对他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好，那当然刚刚提到说他把这个绘画当成于乐，就是说哎、欸、这是多余的，哦就不是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在作画，不是当成专业画家。那这个当然是从北宋开始就是文人，从苏东坡开始，他们开始提倡所谓的文人画，就是跟这个职业或者是专业画家有所区别。 那最主要就是境界，就是这个未摩诘之诗哦，就王维，诗中有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画中有诗，所以文人画的境界说起来也没有太难，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那可是诗就很难了，好，诗就非常难了。你说唐诗、宋词，这这个意境就很很很高尚、高雅，所以其实也不是简单。你的话怎么样做出诗意，就非变得非常重要。那历代都在做。 大家都在做，那每个人你的诗意跟我的诗意不一样，你可能觉得这个是诗意，我可能觉得不是那待会我们看看普心宇怎么做，他怎么去体会这一这一句话，那当然整个整个宋元明清都有人在做，都有人在做。那苏东坡当然讲的更白，他说论画以形式哦，见女儿同龄。就是你如果画画是去看那个画的像不像哦，就跟小孩子一样。 好，所以然后书画是要官韵，黄那个黄庭坚也提到说，书画当官韵，而不是去看像不像。所以像不像其实很早就离开了中国书画的这个中心。好，所以有时候你如果人家说哦，你这朵花画的很像，其实不是称赞他、哦，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在贬他哦。因为我以文人画来讲呢，就跟你意思就是说，你画的跟我们家小孩子画的很像。所以论画不是以形式来论的、哦，这个是这个很有趣，这个是重点。 这是我们在看那个中国书画的时候的重中之重，非常重要。就跟你看后现代的画也是一样，它绝对不会画的很像，很像那个画在市场上就不会有人要。好，但是中国画很早，至少苏东坡的时候就已经讲，不是形式的问题了、哦。这非常重要，因为接下来你才有办法去理解他们为什么把它画成这个样子。那普心畬到底做了哪些事呢？我们就一样一样来讲哦。 其实最有趣的是最，最最早让我觉得很很很有趣的是他这个小画。那这个小画呢，你可以你可以发现呢，民国民国开始，因为也开始有展览会成立了嘛，所有的人都拼命的往大的方向去做，因为你要展览就一定要大，你太小怎么展？那小小一张，讲了半天，你在那边绕来绕去也没看到那张画。哎，可是普信女就做小画，而且做小画也就算，他也不是做一做就算，他是小画做出一个成绩出来哦、喔。 哦，那这个小画当然其来有致哦。这个小画，我觉得跟他的那个皇族的身份也有关系。就是我们都知道，宫中有一个东西很有趣，就是所谓的这个多宝格。那我们可以看到，多宝格除了那些器物以外，它的像那个葫芦形的里面的都是书法，那里面也有一些也有一些绘画装饰的，那甚甚至有小的手卷。也就是说，对普心语来讲呢，这些小的字画呢，对他来讲应该就是很日常、很平常的东西。 常常可以接触得到，但是外面一定没有，所以他他等于是从皇宫出来以后，从他们的恭王府出来以后，他一定有发现说民间没有这种东西，只有宫中才有这种多宝格。那、啊、多宝格当然这个非常的繁复，制作非常的繁复，也是宫中特有的一种很精致的文化，极其精致。所以你你做这个小画的时候，当然可以凸显第一个标榜他们的的身份嘛，因为这个其实蛮多人研究就会提到说某一个族群，如果这个族群 消失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要去追这个文化。比如说，我要保存什么某某文化，保存什么什么文化，那你就会去提倡说，只有你们这个文化才有的东西。那这个小画大概就是只有他们这个清朝皇室特有的，其他好像这么小的作品很少见到。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他们是乐此不疲的，是蛮多人都都在都很喜欢这种。好，我们接下来看，你看这个底下打开来的那个抽屉，那个其实就是小画，非常小的手卷。 哦，所以这对普信鱼来讲一点都不陌生。哦，这个也是，这个你看左边两个就非常的小，哦，那尺寸都蛮小的，因为都放在那个多宝格里面。哦，那这个也是，这装饰在外面的那个，等于装饰在外面的那个瓷器，瓷器的那个瓷画也是非常小的。我觉得对他对他来讲，这个小其实不只是小而已，精致而已，因为小本身就跟精致。 精致可以扯上一点关系哦，因为大就是粗嘛，因为有点像你现在看很大的话，其实就要么就是当成类似像海报，哦，或者是某一种看板那种大的，那小的当然就是比较精致，哦，这个也是，你看那个塞在那个中间那个那个夹层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侧页，哦，那这个你看这尺寸很小，它只有十公分高而已，然后乘以二十二点一。 那当然，这个紫文化有提到说康熙也曾经做过，可是康熙没有没有看到那个作品，哦。也就是说，这个这个紫文化呢，其实也是一个代表，能够代表他们清朝的那个皇室的某一种血统之类的。因为如果康熙做过的话，那当然这难度在于你你压好之后的指纹的形状呢，它要根据那个形状去想，这时候就需要想象力了，哦，这个想象力就很重要，因为你如果你你如果是那种传统的教学花鸟画出来的。 老师教你的羊永远都是某一个角度，也也没有屁股面对观众的羊，也没有正面面对观众的羊，都是侧面的。那你指纹如果乱压，你就没办法用。诶、欸，可是普庆余不一样，他就是压一压之后，他羊可以是各式各样的角度。也就对他来讲，这个角度不是不是困难。好，那对一般的画家来讲可能是困难，尤其是传统的这个传统的画家来讲是非常困难，因为老师就没有教你，永远教你的人物都是某一个角度。 这个蛮蛮蛮有挑战性的、哦，所以你就可以，他可以根据这这几个螺纹呢、指纹呢，去把它做出那个羊，然后再补一些山山石啊，补一些树木，就变成一张画了、這。哦、個，这个这个等于是有一点有一种无中生有，而且利用身体作画这个概念，其实跟现代或者是后现代的观念蛮蛮贴近的。这个都是可以看得出来它，他他他的东西有某一种。 某一种怎么讲时代感，就是它其实也有超前它那个时代。哦，那这是你看它它羊的那个方向，一个就是背对观众，另外一只头是在前面的。啊，这是另外一批就躲在那边，他就画两个两个羊角加一个加一只脚，那只羊就蹲在那个地方。好，那我们来处理，可能觉得就哎、欸、就没办法处理的这么感觉这么这么的顺，因为它还要去看那个指纹压下去的那个深浅。 确定那个阴暗面，然后再去考虑哪一个是头，哪一个是尾。哦，所以这个其实有一定的难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也不多，没有太多。哦，那当然這，这这些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些提案动作，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每一个笔画都会有提案动作，这样子的线条才会生动，才不会说，哎、欸，画出来的线条很平滑、很无力。没有，他每个线条，因为你在做提案跟提案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个画家的手部的提案的动作。 那你在做顿挫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这个线，那个毛笔本身在那个纸面上的那个顿挫的动作。那我们看线条为什么会有力？除了线条本身的质感以外，就是这个提按顿挫的动作就是力量，本身就是力量的表现。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线条有力量是这样子来的，而不是说哦你很用力的去写它，用力去画它，那个没有用，那个线条还不会呈现任何的力度哦。 那这是另外一张，他给画给姚兆明的，画给他的媳妇的。啊，他说以那个纸上罗纹画画于兆明。这个是画牛，刚刚那张是羊，那这个就是他觉得这个地方他就不需要，他就把它涂成涂成三壁。啊，那另外这张也是，这个曹康之妻不下堂，这个只说。 共患难的妻子是不能把它离离掉的哦、喔，就是要不离不弃。所以他其实做了蛮多这种很有趣的、很有趣的话，这是画猪，两只猪。所以他几乎我看过一套好像画十二生肖的，他几乎都能够都能够用这个来做。而且他会自己标榜哦、喔，像新与子文化，就是其实画家会特别去提，表示他重视这个事情，让他觉得有趣。 那当时当时，其他的画家好像也没有人这样子做，那可能也做不到了。那另外一类，这个纸文化当然是很小，都非常因为指纹很小嘛，所以你做出来的话不会太大，都小小一张的。那配合他的小画刚好很搭。那另外一个就是墨骨，这个墨骨其实从晚明开始就很多文人在尝试，可是试一试大家大概结果都不不是很很很好。 好像这个董其昌，这个我们故宫厂的董其昌仿这个张僧油的《白云红树》，好，他一看就是还是很古老的感觉，就是很像那个古代的山水画，只是变成彩色的。哦，他也尝试用了一些墨骨的方式去做，但是他还是脱离不了那个，就是有春法的那个概念。哦，感觉起来还是还是那个面貌，还是属于比较传统的。不过董其昌在这里面讲的。 很重要的东西哦、喔，他他后面有个提拔非常的重要。他说：“古人云哦、喔，有笔有墨，这是我们在欣赏书画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笔跟墨都要有。”那当然像有一些，比如说颜料特别多的，水分特别多，那个笔就会少一点。好，他就讲他讲董其昌自己讲说：“笔墨二字人多不小。就是说笔墨这两个字哦、喔，当时的人，他讲的这个人多应该指他当时的人，就是说大家都不知道。”他说：“画怎么会？” 岂有无笔墨者？哦，但是有轮廓而无存法，即所谓无笔。哦，所以他讲的等一下，看一下这个，岂岂有无笔墨者？哦，所以就说，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所有的话里面都有所谓的笔墨，那存法。 那这个不分轻重相背呢，就是无墨。所以他讲的其实这个墨，其实还跟尊法有关系。也就是说，古人讲的这个十分三面呢，就是有笔有墨，是笔也是墨。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有点混在一起。好，笔跟墨其实是可以混在一起讲的。好，那我们看看溥心畬的墨骨山水，就是他就是很善于把那个把这个颜料当成墨来使用。好，那但是这非常不容易。 我们讲的好像很简单，好像现在你把那个水彩颜料挤一挤就可以画。事实上，它这不是水彩颜料，哦，它是植物性、矿物性的颜料。那這用起来不像我们这么方便，你把它调淡、调深就可以使用。哦、但是它怎么做出这个效果的，其实不是特别清楚。所以这其实就是就是它的它的技巧，技巧就是比别人好。那技巧好，当然跟熟练度有关系 他连画这个画这个帆船也是一样，他的船也都画得很有趣哦，几乎都不太一样哦。好，你看这个石头三十他直接就拿这个墨，拿这个颜料来做那个，有点像春法的感觉，他就不是在不再用墨。那墨当然，它墨本身比较好用，就是因为它它的深浅比较好调，调出深浅比较容易。可是颜料就比较难，你要一次做出深到浅，就有一定的难度。 好，那这件当然就非常重要。这个就是他他写送给他女儿的，陶华的，也就用这个所谓的墨骨的方式。显然他自己本身对这一路的的作品也也很得意。哦，他不会送一个不得意的给他女儿。他说啊爸爸这个做做失败，这个送给你不可能，一定是做成功了才会送给他。他一定觉得很特别。哦，那确实很特别。你看他他处理那个破案的那个颜色之缤纷哦，而且他也是都是几乎都是看起来这样一次性的。 的那种随机性的的使用，然后后面的那些那个钓钓鱼的人啊，等等也都是用用彩色的这，它又不是墨，它应该是墨去加一点彩色的东西，或者是直接用颜料去处理。哦，这些枝干也是一样，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缤纷，因为在在传统的那个山水画里面，这么缤纷的状况比较难，一般还是色调比较沉一点，因为它的主色性，你像赭石啊那些都是比较比较暗色的。 哦，那比较亮，比较困难。那当然，主要他的笔法还是非常好。哦，尽管他颜料用的很缤纷，也不是说缤纷就一定好，因为缤纷好像就拿水彩画来画就好了。哦，他主要还是他本身的的笔墨的功夫还是相当相当好。你看这远山处理的也很漂亮，哦，那个层次感，哦一层一层的，然后那些小树的笔法都非常好。好那另外这张是送给他的儿子的。 哦，就是立鹅，就是给这个溥孝华的。哎、欸，他就用了一个墨古的花卉，当然墨古花卉古代也有。哦，这边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他的笔法，哦，他的每一个线条的笔法，啊、哦，他怎么画这个树叶，然后怎么处理这个花瓣，然后还有这颜色的深浅的变化。啊，他画了一只蜻蜓停在上面。哦，那这张也是送给溥孝华的，他的儿子。 尤其是石头那一块，石头那一块就处理的非常的，左边的石头这一块，它那个墨就是那个颜料的渲染的那个效果，其实就蛮现代的，哦，就是跟不会，就是有点类似像那种泼彩之类的东西，因为它水分就比较多啊，就会会有这种流动的效果，哦，所以这看起来就很不传统，这样的一张画就非常的不传统，啊，这也是给他儿子的。 他画了一只墨蝶，好，那另外这个这个也是故宫收藏的，就是他画那个金石金花石蒜，哦，他怎么去画这个？你看也是用墨骨的方式，所以其实他对这个颜料的掌控跟这个这个笔法，其实他可以操控自如，哦，对他来讲，他已经到了，我觉得他他的那个笔墨功夫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的地步了，非常的厉害。哦，那这张也是我刚一开始看到，以为这张是。 以为这张就是也是墨骨，那都以为好像是写意画，看起来好像写意。诶、欸，结果文化大学的那个稿本里面有藏了一件这个，就他就是根据这个稿去画的。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写意画呢，他也都是做了一个蛮完整的稿。但是画重点这个稿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你即使有稿，你画出来还是很自然。喔、那你你去写意，你没有稿，你做出来不自然、很僵硬。那写意有什么用？重点就不是，就是说。 即就是说，所谓的那个有没有稿，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最后的呈现自不自然哦，那种人为的自然也是自然。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它虽然是感觉像是一笔画出来，可是你你可以发现，它这个轮廓线都已经界定好位置了，然后再把它画出来。哦，连那个枝干的那个位置走向，也就是说，它其实右边的这个稿呢。 他这个稿本身，他当然可以，可不可以画成工笔画？可以，他也可以用双钩的，再把它涂满墨色，画成工笔画。那他也可以自由的把它画成墨骨画，就对他来讲，这个都不是困难的，啊，因为他他的笔墨功夫太太厉害了。好，那另外一个，这个是墨骨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漫画。他对漫画的关注也是所有这些传统的画家里面少见的。一般人像叶浅雨或者是丰子恺，他们就画到漫画去了。 可不幸没有，他只是玩一玩而已好。好像这个是历史博物馆收的，这个在旅馆里面的，他就画他自己，像一个老头在跳到那个桌上，看着那个打扫的在在打扫。那笔触就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自自自在，就不是那种很严谨的笔触。好，另外这个也是一样，他在跟那个那个旅馆的那个服务生沟通，好用用比手画脚的方式。那你看他画他自己，就是画的非常的。 的传神，也就是说，漫画其实要表达的是一种表现性，它需要里面是有内容、有故事的。那这个跟山水画刚好背道而驰。中国山水画要的是一种很很枯寂的、很萧瑟的、很安静的、内心很安静的境界，而不是这一种比较喧闹的这个状况。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画其实后来没有往漫画的这个方向发展，是因为它跟文人要求的东西不一样。诶、欸，可是对普信宇来讲，他对这个东西他其实反而还蛮喜欢的。 好，因为他可以表现一些东西，好，他他运用这个东西运用的非常的好，好像这个人物也是有一点类似像漫画的画法，好像这个比较比较感觉起来他是正面的一个人，那正面的人当然在传统的画家处理也比较难处理，因为正面的我们在处理正面的时候，那个景深比较难处理，一般都还是画侧面的，侧面你可以画出那个深度，那正面就是一片，那一片你要怎么避免它一片？ 就需要功力了，就尤其是晕染的那个效果。那他的脸其实就利用线条去做出这个这个所谓的后圆圆后的那个效果。好，那另外这个李铁拐也是一样，他也是画一个正面的，你看他的脸就是正面的。哦，那笔墨当然也是他喜欢这样子，就尤其他画那个仙佛类的人，就会用这种大笔，就类似像漫画的这种笔触去画。 好，那他的脚一前一后，就感觉好像还走到一半而已。那对于这个人物动态的掌握，普信畬当然也是一绝。哦。这个其实一般的画家也比较难去去处理到，处理到这个动作。因为你看一般的山水画里面的人的高斯，要么就坐在那边，刚刚有看到坐在那边钓鱼的，要不然就是可能在那边吟咏的，不太会有在行进间的。好、哦，那即使要画仙佛类，也都是比较静态的居多。 但是因为它就是可以利用这个漫画本身的对于肢体动作的描绘，所以它是可以去做这个动作的这个。那这个很重要，因为重要在哪里？就是当你一幅画需要叙事的时候，你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坐在那边钓鱼。那你要讲什么故事就没办法讲。所以山水画其实很难叙事，非常难。所以大部分你看山水画叙事要怎么办？你就要靠很长的提吧好去讲这个是大概发生什么事。那画面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能够叙述的，好，那像这个猫猫鼠戏墨戏这张画也是很经典，就是他其实你看那只猫是在睡觉，然后前面就是有几只老鼠在那边造次哦。那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它猫其实并没有，它的眼睛其实是要合不合的。好，那些老鼠还会装扮人、啊，还在那边不知道在做什么，然后有几个喝醉酒了。那他就是利用这个来讽刺，讽刺当时能他身边，他觉得他身边有很多。 类似像这种鼠背，就背着他，趁他在睡觉的时候做一些做一些那种奇奇怪怪的事情。但他就没有写哦，你看他这件很有趣，他他没有写任何的字，哦，只有在上面就盖个印章而已。盖底下左下也有盖，那就没有写任何的的字。但是我想他身边的那些那些人看到这个，应该就知道他在画什么，就是从画面就可以知道他他到底要讲什么。 那这种题材当然在古代不会出现，这种题材就是大概就是我觉得它是从那个就是跟日本的漫画那一类的有有一点相同，哦，但是它是不是受到漫画影响？它其实更早期就有类似像这种比较诙谐的画面的处理，在中国画本来就有诙谐这一路，但是其实在漫画里面这个诙谐发挥的更大，所以他去日本的那几年，我觉得应该有接触到类似的东西。 所以后来他这这一路的东西就发挥的蛮好，就是那个叙事性跟那种夸张的夸张的表现。那这个当然在刚刚提到，就是传统的山水画是没有这一路的表现，几乎没有。哦、你也不会被训练成要画这个东西。那他就有，而且他做的蛮多的。好、哦，那这张听琴图也,也很有趣味哦，就是你以为他在画一个工笔，很像宋徽宗的听琴图，可是如果你仔细看，不是哦，你看。 中间的这一个人他在干嘛？他他眼睛瞄向画画的外面。那这个小童呢，在那边忙着绑那些，人家在弹琴，他在那边绑那个手卷。那你不觉得很怪异吗？就是你看宋徽宗的听琴图是假设是真的是宋徽宗在弹琴，旁边两个人是坐在那边乖乖的听，就不是他在弹琴，一个在偷瞄，一个在绑那个绑那个卷轴。所以他的听琴图就很有趣，他就是他他不知道在影射什么样子的的事件。 就是连一个这么这么古老、这么传统的话题，听清楚，他都可以把它做的很不一样，觉得画面都有一点趣味。那这是我觉得就是他本人本身的幽默，哦，他本身的那种幽默感，他的细腻的细腻的那个观察的程度，那他有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哦，你看他的不管他的线条还是颜色的处理什么，其实都是都相当的相当的细致，相当的那个。 相当的怎么讲，就是非常的很很素雅哦。其实这这些上色的人物要做到这么素雅，不会不是太容易哦。因为你在上色的过程中，颜色就会太浓哦，很难做到这么雅。就是如果我们我们你去看为什么球音的画会这么好，就因为球音在画这些青绿的时候，他就是可以做到很素雅的状况，而不是不会出现那种很浓艳的那种俗气哦。那普心畬的画就好处就在于那个素雅。 另外这个也也也是蛮蛮蛮特别的一张哦，就是他其实是画有一个人躲在床下床底下，好，然后讲说这个狗狗啊，狗狗猫隐哦，狗狗隐猫隐对，床下藏行，就是说神隐哎、欸，这神隐来吗？反正就是他讲的这个很有趣，就是他讲说在这个鸡鸣驴叫的时候，这个是《可兰经》里面讲的，就是。 鸡鸣跟驴叫，尤其是驴叫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到了。然后那个人就躲在床下，好，这个人就躲在，因为他有一个人躲在床下，然后驴子在叫，然后鸡在那边鸣，所以他等于是把很多东西融合在他的画里面，要去讲这个有点像警示的这种话。那这跟漫画其实也有关系，好，因为他就表达一个要要大家不要做太多坏事啊，等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你就知道惨了，啊，这蛮这也是很很特别的一张画。 那过去的画家比较少做像他这样子。那像这张中宵音戏也是，看起来有一点有一点特殊，就是他其实在拉着一个像像那个，它上面有点着蜡烛，然后是像车子一样的东西。哦，你看他他其实他的他的手那个绳子绕着手绕着很多圈。那这个人其实也是有一种动作的姿态，然后他眼睛看着这个，他在拉。 那另外一只手就等于是两只手，全身其实都都是有一某一种动态的。那你越看会觉得越有趣，就是你乍看之下可能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奇怪。可是你在看的时候，你就慢慢看，从他那些线条就可以发现，他其实是在在描述他的动作，就是比较夸张的。他在拉这一个，拉这一只，这算什么？应该是算灯笼的很特别的动作。这这一路大概都算是比较像他漫画，就是表现的比较。 直接的，直接表达出那个人物的动态神情。那这个当然是最后他会综合性的去把这些优点集合在一起处理哦。好，那他的多元也很有趣，就是作为一个画家、哦，一个私人画家哦，多元很重要，就是为什么他会。 我就记得他常常讲，就说启功先生就讲那个故事，他他去跟普信宇学书法的时候，普信宇就叫他书法收起来，不用拿出来，问他有没有作诗。那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吗？因为这個只要在文人画就会提到这个，好像诗文永远都比书画重要。那事实上，普信宇当然这个强调是是重点，因为技巧的东西哦、喔、比较容易学到 <coughs>，技巧的东西只要你花用心，很容易在不管在古画上，在什么地方都学到。比如普信宇他就会觉得说。 诶，欸、他自己看一看古画，就会画画啦。所以这个为什么要去学画？不用去学，就是买一些这个古画来看就可以了。那重点是，等你这些技巧都会了时候你要画什么内容还是重要的。你如果没有这个画画的内容，你就是有那个技巧也没有用，就是可以可能去可以帮人家画海报、画插画等等之类，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大艺术家。所以那个诗才会变得那么重要，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想象力，其实才是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想象力， 你就是空有一身一身的本领，就是技艺非常的好，其实也没有用。所以启功说，他跟普信畬学书法学了半天，从来还没有看过他写的任何一个字，都在看他的诗，就讨论他的诗，做的诗。好，所以你的诗的那个意境有多高，你的书画的境界就可能会有机会有多高。那如果你的诗诗文的境界没有，哪怕你的技巧是最好的。 你的东西的层次也不会太高，就是可能一个书匠或者是一个画匠，好一个写字的人或者是画画的人，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它这个多元就很重要，因为多元其实是你他们在写诗的时候呢，需要去观察所有的东西，好咏物诗什么等等，这从《诗经》开始就有这个，就有这个传统。其实清代呢还做了很多那个《诗经》，然后去帮他配那个图。我们故宫有几册那个《诗经》《诗经》图。 那里面的那些那些动物，包括苍蝇啊什么等等，那些他们都去配那个画面。好，你像这多元，他画这个来福，画这个应该是像萝卜一样小的红色的萝卜，他也是用墨骨的方式去处理。好，那虽然是墨骨，他还是会把处理到把那个萝卜的那个立体度考虑进去，然后萝卜的底下的那些须须啊，然后还是它上面的叶子。 哦，那颜色其实都都蛮蛮蛮蛮亮丽的、哦，我感觉就不太像那个传统的画，它就是可以出，而、欸、但是它的笔墨又是很传统的、哦。你看那个叶子上面的那每一个线条，其实就是很传统的。哦，这番茄图也是，他怎么会想要去画番茄哦？这古代画番茄的应该很少，哎、欸，他就画了这个番茄，他怎怎么画的其实搞不是很清楚。他最有趣是那个叶子。 就那个番茄的叶子，有一些感觉那个枝干有一些枯的，然后有些比较绿的，哦，那叶子就完全表现出它的那个笔法。因为如果你只看那个番茄，你就觉得、欸、这好像没有笔，只有墨而已。但实际上你在看了叶子，就发现哎、欸，它的笔法其实非常好的，的它把那个叶子的那个姿态整个画出来。哦，这还是好像三颗连在一起的番茄，番茄。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你要画番茄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它？ 因为古画没有这个题材，老师，你去找老师，老师可能也没办法教你怎么画番茄。那这个菜草菇，这个菜草菇这个也很有趣哦、喔。菜那个其实画蛮多的，主要是这个草菇哦、喔。他草菇就去观察那个草菇，就画的非常的像。他就把那个草菇的那个质感全部都画出来。那你说他这个是写生嘛？其实也不见得是写生。 就说不见得是写生，他可能是类似像，就是说把这个草菇，他平常在吃这个蘑菇的时候的那个印象呢，画在画出来，就透过这个他的画笔去处理。好，所以很有趣，就是他虽然不是写生，可是他他其实有做到利用这个利用这个毛笔去做到类似像写生的这样子的功能。 好，那这个是画柚子，这个柚子也是很有趣，就是我们我们吃柚子，你也不會想要去画柚子、喔、那还找了陈南光来提，那就是可以利用这个画柚子的的方法，然后提一首诗，就让这个柚子变成一个好像是文人可以去歌咏的一个题目。哦，这个也是他转换的一个一个很重要，转换所有东西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技法。好，这是他画画柚子处理那个柚子的表面的的手法。 好啊、呃，哇！刚才我们上半场非常的精彩哈，然后听到何燕泉博士透过各种这个普信宇的绘画的啊、呃、非常呃小的一些细节，带我们进入了普信宇的这个作品的世界里面。那我们这边开始呃休息五分钟，那休息五分钟以后，我们再回到线上的现场。好，谢谢。 好，那五分钟的休息时间，呃，过了，我们现在又回到了现场。那上半场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那我们现在，啊、呃，把握时间，我们直接进入我们下半场。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何处长。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就开始刚刚看到的那个柚子哦。那我们继继续往下看哦，这是柚子的上面的叶子，那当然这叶子就跟刚刚那个菜差不多，就是。 我们要注意看的就是它怎么处理这个枝干，怎么处理这个叶子。那叶子我们都知道叶子是扁的嘛，枝干是圆的嘛。那这个时候笔就很重要了。哦，它不是靠素描或者是靠那个描绘性的去把那个枝干画出来，它几乎都是一笔，就让这个枝干变成圆的、粗粗糙的。然后叶子也是几乎都是一笔，然后顶多再加个叶脉，就让这个叶子的那个前后层次跟它的那个摆动的状况跑出来。所以这其实是蛮难的，就是说。 你要怎么去利用这个简单的几笔去抓住这个这个神情、这个韵哦、喔？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哦。那另外一个画这个干，这个也是一样哦、喔，就有点像橘子，它是有特殊的味道。那比较难当然是在这个橘子表面的处理哦、喔，橘子表面的处理其实就是就需要，因为传统可能没有人去画这个橘子，那他就必须要去想办法去处理这个表面，怎么利用。 去染去做这个表面的比较粗的颗粒，跟染这个颜色这是这是橘子的部分。那另外一个画乌龟很多，可是这个他他也把它，反正乌龟跟鳖大概没有分得很清楚。好，这就是画一只鳖在水里面，然后又有一些竹竹叶在这边。那这个题材就很罕见，就是你在古代也不会看到有人去画鳖哦，水里面的鳖，可能因为台湾的鳖比较多吧，就是。 之前也是很流行吃这个甲鱼，所以可能很容易看到这个鳖，而且河河边好像也都会有，野生的也都会有。所以你看就画的非常的传神哦、喔，就是他的观察非常的入微，他连鳖的那个表皮的那种比较光滑的，然后鳖的壳跟乌龟的壳不一样，啊，一半在水里面，那个只有那个头露出来，他就抓的非常的精准。哦，所以你说他到底是不是写生？我觉得不一定是写生，他可能就看了这个景象就印在他的脑海里。 据说他们这一些人其实很厉害，就是我以前听过那个傅森教授在讲说，那个张张大千他们到他们看画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背背起来这张画，回去再去临，可以背临，可以把这张画一模一样的画出来。所以他们对那个画面的记忆应该是非常的强的。哦，他画这个黑熊，也就是说，其实他因为因为这个诗人的眼光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他可能特别敏锐，所以他们去观察整个整个世间。 所有不能入画呢，它通通可以入画，好像这个熊也是一样，黑熊。那你在古代其实很少会看到有人去画一只黑熊，但是你会发现它这一颗石头，它底下的踩着石头跟这一个树的那个形状，又是很传统的，但是那个熊就很不传统。那这其实就有一点难度了，你们你要怎么样把熊跟这个树融合在一起？就好像你去画桃园机场。 松山机场，那你画一台飞机，你用水墨可不可以画一台飞机？也可以，但是就是看你怎么去把那个元素融合在一起哦。这个其实是是蛮困难的、哦，就做一个调和的动作。哦，你看，就把熊的那个熊的有一种很憨厚的那种感觉，然后笨笨的、很可爱的那种样子画出来。那个神情是最难掌握的。哦，熊的外观那个还简单，那最怕就是这个熊画起来很像，可是像一只标本。哦，这个也蛮惨的。 那他的就其实是不会哦。你看松树，就刚刚我们提到他在戒台寺的那个，等于是那些松树给他的涵养，哦，就是等于是这些古松，那個、古松都历经好几百年了。那他从这边吸取到的那些对线条的感觉，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那个轮廓线其实都用的用笔都用得非常的妙绝哦。那完全都是所谓的书写性的线条。所以为什么古人作画，有时候他不用作画，他用写，某某某写写画。 就因为其实大部分都是写出来的，不一定是画出来的。啊，骆驼它有画这个骆驼，哦，你看他怎么去处理这个骆驼的毛，你看骆驼的眼皮，因为骆驼的眼皮就是因为它很多层嘛，要挡那个风沙，它也都去很仔细的去观察到这个骆驼。哦，然后那个皮毛就很重的那种感觉，它就用比较松软的笔触去处理。哦，那这是画另外一个是大漠名驼舟。 这个画法就跟刚刚那个又不一样了，哦，这个就有点像插画的感觉，像我们你要翻开那个儿童插画，就会看到类似像这样子。那线条也都不是属于那种传统的的那个人物画会用的那种比较平滑的线条，都不是，因为他为了要处理那个骆驼身上的那些那些毛，所以他的线条都稍微带一点抖动，比较疏松的线条。所以他们对于线条其实是非常讲究的，就用什么样子的线条去画什么样子的动物。 然后画衣服、画瓷器的线条都是不一样，它不会只有同一组线条。哦，这是画一,一头鹿哦，站在其实那个、它它的那个画面的处理也都蛮蛮特别的，就是它的画面都会让你眼眼睛为之一亮，就是它不会画那种很很正常的那种山水。哦，它鹿的背面，其实一般画背面的比较少，因为背面有正面跟背面都比较不好画。 那是路，好像不知道在望向远方，不知道在想什么，啊，若有所思的感觉，啊，就那神情是最难最难掌握的，啊，这是画蝙蝠，他去观察蝙蝠，就画了一只倒挂的这个蝙蝠，那蝙蝠的那个翅膀，它蝙蝠的肚子，它脚挂在那个树树干上面，哦，然后整个姿态，他怎么去处理，这其实都都都蛮蛮蛮不容易的。然后另外比较重点是你现在看到的那个翅膀。 打开的那个是打开，另外有一片是，就是另外一片是伸向观众的。你看到黑黑的那个，在背上黑黑的，那其实另外一片翅膀，它等于是你看过去是正向看过去的。这个在处理蝴蝶的时候蛮多，就是你会发现蝴蝶少一只翅膀，事实上它没有少，它那只翅膀刚好是垂直，跟你的视线是垂直的。哦，羚原羊，这画那种羚羊。 他那个脚也是，他那个真的，我后来上上网去查，它那个脚真的就是这样翻转过去的，很大的那个脚然后非常机灵的这个，非常机灵的羚羊，然后去刻画这个石头底下那些岩石有没有？就是、利用偏锋去刻。为什么他要用偏锋？就是因为你如果用中锋的话，那个石头会变得很圆滑，就不符合这个。因为偏锋的这个线条，会让你感觉到比较破碎的感觉，那比较。 比较中锋的，就感觉比较圆厚，所以他画松针的时候就会用比较中锋的线条；画这个石头，他就不会这样子用。哦，是相当讲究的、哦。他、啊、这个瓜牛也是，这瓜牛当然是后来是从非洲引进，本来是要当食材使用的，然后后来变成害虫嘛。那变成害虫，他也写了这个，他也帮他写了一个赋哦，写在最上方，去歌咏这个，也不是歌咏，就是去做了一个这个文字来形容这个瓜牛。 好，他写说，在那个做瓜牛赋，并写其状，他就会利用这个瓜牛呢，去去去做一些事情，比如有时候是抒发自己的情感等等的，他就会在这个赋里面去讲。那也要他有这个能力，就是你必须有能力去借助这个文学的力量、文学的想象、文学的空间去转换这个画面，不然的话，你就觉得你画一个一点都不诗情画意的瓜牛做什么？ 可是事实上，这时候这一这一只瓜牛在他的笔下呢，就变得诗情画意。哦，他利用这些草、这些叶子，这个坡坡岸，他去做这个瓜牛在那边爬，爬爬,爬过这个庭院的某一个地方。啊、哦，当然他壳也都处理的很很很很很写实啊，非常的非常的像，就你一看就知道是瓜牛。那一样是用墨骨的方式去处理，所以其实他墨骨到后来，我觉得他有一种融合的融合的效果，就是他不见得一定要用墨。 他想要用墨骨就可以用墨骨，就一般画家能够做到这么随心所欲的也不多、哦，总是会有会有分别。反正他的壳就用的用的壳的那个线条，如果你们仔细看，就是非常中锋的线条。那那個、线条因为壳本身是硬的，所以他绝对不会去用那种像画草的那种线条来画那个壳，因为那一画就那个壳就变成软掉了。好，上面的叶子，他就考虑用那种双勾的方式去填彩。 哦，刚刚我们底下看的是，刚刚底下看的这个是是墨骨的方式、欸，它上面它就不用墨骨了，它就换了另外一种，它去做这个叶子的那个，好，那枝干当然也是直接用一笔就画出来的墨骨的，所以它等于是在这张画里面用了蛮多种手法去处理的，好，把各种方式都融合在一起。 哦，这个轴生菌也是很很有趣的一件东西，就是一一只扫把长出香菇。那他的一般人，我是开玩笑说一般人就赶快拿去丢掉，等一下垃圾车来就回收掉了，不是？诶，他这弄了一个轴生菌的这个副，然后去讲说，也类似像他自己说被晾在台湾这样子，然后也没有什么才能可以发挥之类的。哦，等于是说一个废物，透过他的他的妙笔，好、哦、他的画笔跟他的文笔。 它可以让这一个，这个算垃圾，要怎么要丢掉垃圾，变成一个好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材。哦、这个就是文学的想象，这就很难了，非常的难。好、哦，那这个当然是他，他用的是比较写意的，速度非常快的用笔。好、哦，然后画出这上面几朵香菇。好、哦，他连绑这个的。 就是说这一些绑这个的的绳子啊，什么都都处理的非常的的精致哦。虽然画的速度非常快，可是因为他可能脑中已经这个印象已经很深刻，所以他可以很精准的表达出这个扫帚的这个外观。好，那另外一件就是这个这个画这个泰鲁格、哦、就是背后这一件哦這。这这其实非常精彩的一张画。 就一般的泰鲁格哦，像右边这个是一般的泰鲁格，哦，就是你会想到高山啊，那些塔、啊，它那个水啊，可是补新宇的都没有，他就是画两座很高耸的那个峭壁，然后底下一颗大石头，那上面的一个小小的吊桥呢，哎，上面居然有一个人在爬，而且那个爬还跟你说是蛇形匍匍匐而过。 然后震动荡荡漾，就是他还把那个样子透过这个文字就跟你讲说，其实那个是因为晃的很厉害，是会会很很很很惊惊恐的哦，爬过去非常的惊恐。所以他讲的是花莲泰鲁阁的谷口。那你看他他以一个诗人的眼光，他就是可以看到这一段别人都没有看到的过去好像我印象中画泰鲁阁，其实没有人画这个这个这个桥。那这是什么桥呢？他自己有提到哦。 他说是神桥，好第四行，好五千尺架以神桥，五千尺高，五千尺高就一一两千公尺的架这个神桥。那神桥是什么？现在应该搞不好很多人去去玩过。那它底下的大石头跟这个溪流，哦，它就是这样简单。你看它那个流水，就简单的几笔就把这个流水的湍急给画出来了。好，然后岩石的那种嶙峋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粗糙的。 好像花脸的那种时装，而且是透过很大的这种所谓的斧劈的用笔，就把它刻画出来。就说展现他的那个笔墨技巧，其实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然后现在这个小，应该就是这个小追路步道的这个绳绳索吊桥。你看它中间就是只有用绳子绳子绑起来的。那你要经过的时候，脚踩的大概就是一个脚掌宽而已。好，就是所谓的绳桥。那另外旁边有一个比较大的桥。 所以应该是蛮惊险的，应该是会晃的蛮厉害的。那因为晃的蛮厉害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爬，因为不不确定。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去爬完之后，有人问你说泰鲁格，你想到大概是只有这一个，因为你就是爬过这一个。那其他那些话，那些比较大山大水，可能他没有去爬，所以他的呢，他的胸中不会有这个神桥这个概念。 所以为什么他会去处理这个神桥？就是因为我觉得跟他自己的经验、视觉经验或者他的心理的的经验有关系。通常，比如说你假设，比如说我问你，哎、欸，阳明山长什么样子？那会跟你的视觉经、跟你的心理经验有关系。比如说，哎、欸，你是在阳明山遇到你的另外一半，你的阳明山可能就出大太阳；，哎、欸，就你在阳明山被分手，阳明山可能下着大雨，所以你画的阳明山永远都是阴暗的。 他的泰鲁格，那个绝对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所以他画的那一段，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山水，我们在欣赏这个山水的时候，很有趣的是，你不是欣赏单纯的一个山水，你欣赏的是这个画家的大脑里面的东西，他脑中的东西哦、喔，所以等于是你已经进入他的脑中，去跟他做某种交流，好，像他透过他的他的他的思想出来的的印象。 哦，他把他那个惊恐的那个样子讲都描述出来了。好、哦，那当然前面这些铺陈呢，都是为了要讲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了。那前面这些都已经做了，已经做的不错了。很多画家只要做到前面他这个一两点，就已经是很有名了。当然他也非常有名，只是他做的这些呢，都过去都比较少被看到。好，就像我讲，大家一直执着在他的传统啊，文人画的最后一笔。 那当然，为了要让大家看到我做的水画讲，它是我能画第一笔，不然你会讲最后一笔永远都在最后一笔哦、喔。那最后一笔就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虚笔哦，有一点好像快结束了最后一笔哦、喔，事实上不是哦、喔，它不是结束，它绝对是开始哦、喔。我们看一下古代的这个山水画的发展、喔，哦，最左边是范宽，中间是马远，好，是北宋、南宋，现在在展的《九珠峰翠》。 现在故宫正在展，会展到十二月底。元代，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从一个所谓的一般的那个艺术史的论述就是说，就会说这个从主山堂堂的这个北宋的山水，到半边构图的马远，然后到这个所谓的一河两岸，就会出现一条河有两个河岸。哦，元代的的做法，到了明哦一河两岸，这个像最左边这个是无证的，这个也是一河，就一条河会有两个岸，大家元代都有这种做法。 到了明代呢，我们看中间两张，一张是文征明的，一张是董其昌的。明代就会出现那种比较狭长型的堆叠的构图，它就一路往上涨。哦，但是所有的山都长在一个平面上，所以你看文征明那张跟吴镇的这张渔斧图，吴镇渔斧图还有一個空间的概念，文征明这张就是整个往上涨，就是那个视觉性的冲击特别强。到了董其昌呢，他就把这一些山水的元素呢，全部简化成符号。 去堆叠，好，前面这个是坡石，就堆一堆坡石；这个是树，就堆一堆树在那边；远山就堆一堆远山。所以它石头不像石头，树不像树，远山也不像山，但是它就是一个符号。那、啊、到了清初呢？当然王这个是王元祁的，他们又把它发挥到更极致了，就是几乎都是这样层层堆叠上去的。那你如果学山水画呢？ 刚刚讲的这个大致上的发展就是这一路这样下来，所以你会发现传统的山水画家呢，不是画山就是画水，就结束了。好，不是一河两岸就是半边构角，不然就是主山堂堂，不然就是堆叠的，就结束了。那很难能够跳出这个魔咒哦，这个枷锁。那普心宇很聪明，为什么他跟启功说写诗那么重要？只有文学的想象。你看唐。 唐诗宋词的文学多么厉害，多么惊人！哦，不是有人开玩笑说，如果那个诺贝尔奖可以颁奖给唐诗的话，唐诗很多首都可以拿到诺贝尔文学奖，都非常的厉害。但是就是它太短了，而且很多情况下，它那个很短，其实写的意境是非常深远的。也就是说，其实卜信宇自己本身是诗人，所以他发现那个诗的意境，如果画能够达到诗的意境，那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苏东坡讲的。 文人画的最高标准是什么？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好，所以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中国画的发展一直扣合这个东西，可是中间歪掉了，歪到什么一河两岸，歪到什么什么构图。所以中国的那个山水画发展到一度，就是你如果没有上面的题画，其实你不知道他在画什么。他因为永远构图都是一样的，好，就是不是山就是水，还能够画出什么样子的东西。可是普信语不一样哦。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诗人，那过去有没有很好的诗人？有啊，王维啊、李白啊、杜甫啊。可他们为什么不画？因为他们不是画家。那刚好不幸于是诗人，他又是画家，他又是书法家，所以刚好把三个结合在一起，就是很妙的一个组合。那像过去，比如说像苏东坡，他们想要画，他本身会写诗，想要画，可他画不出来，因为他们的他在写字而已，画画大概就没办法，所以他也没留下什么作品。 那普心宇刚好，他我们刚好看到前面为什么前面那一段小小的传记那么重要？他在戒台寺自己在那边学画，学了很多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他对历代的绘画的技法非常的熟。那加上后来他自己等于说他又扩充了很多绘画的新的一些境界，所以等于这一些呢都是为了他接下来要做这件事情做准备，就是这个诗意山水啊。你看这个。 深罗难透日，好乔木更寒风。他就画这个这个诗句，他就把这个诗句呢画成这样子，好所谓的深罗，然后这个乔木寒风，好他怎么去表现？他就利用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岩石，然后加上这这几棵树，去把这两句诗句的意境给做出来。那这这张画其实已经突破了我们刚刚讲的。 刚刚讲的，从宋代直到清代的那种构图哦，它已经不是那种构图了。它既不是一河两岸，也不是那个主山堂堂。哦。那这个也是一样。哦，山从石壁断，江向一阳斜。你看那个，它有一个人呢、哦，在左左上方有一个小人在那边哦。那那个山就从那个石壁这样断开来，就非常的险。他就把那个山的那种险绝画出来。 那这个也超越了刚刚讲的那些那些构图哦、喔。就如果你还是在传统的山水画里面，你不靠这这两句诗句，你一定会画一个前景，哪一条河，带一个中景，后面带一个远山。你一辈子的山水画都会长这个样子。那顶多靠上面的题画题画诗，说哦，这个是送给朋友送行的，这个是慰问朋友怎么样的。那怎么画的？那构图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构图，类似的，很难突破。这是为什么？清末民初。 当西方的那个画进到中国的时候呢，那些山水画，那些山水画家们会有危机意识，就说：“哎、欸，我们好像跟西方西方的那个视角非常的新颖，那我们这个画好像看起来都是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就觉得好像没救了。”所以他们才开始有一个什么解救中国画的那种发起一堆运动啊，什么中国画要现代化，什么等等的。那因为他们对这个诗意山水不够了解，如果他够了解的话，像普信语也没有在参加那个什么活动了、啊，他就是做他的这个。 很重要的这些画，把这个诗意转成画面，那事实上就是不断的创新那你看这个也是一样，好、哦，他画落霞，然后画这些这些岛屿哦，然后画这些岛屿，哦，落霞，成反照，孤屿隔为烟，哦，这遥合的诗，你看他就做的那个很多那个亭台楼阁这样一堆，然后几个孤屿在那边，然后后面画两个帆船，那这个构图在过去也没看过。 他就是只是靠这个诗句，诗句的内容，他去贴合这个诗句的诗，有时候会贴合这个画面，有时候会去追这个意境，然后就把这个画面处理出来，那就是一个新崭新的构图。为什么？因为这些文学的想象其实太伟大了，就是他们这些诗人都是靠着这些这字字珠玑的这个诗句呢，去想象构筑出一个又一个的文学空间。只是他们都没有把它表达出来，就变成是你在大脑里面去。 弄出这个空间，那普信于利用他的画笔把这个空间做出来给我们看。哦，当然你也可以不满意他做你，所以我会做的比他好。你也可以跟他挑战哦好。好像这个也也也不错哦。宿舍深寒雨，山横半入云。他就把一个山画成两座山，然后前面有一个前景。好，那宿舍深深寒雨，他这样的表现，这个宿舍因为画的很黑很浓嘛，所以他可能是含着雨，带着雨雾气，有有雨的。 就比较湿润的感觉，那后面的这个山痕呢，半入云，就你看那个山的，半一半插入那个云里面，它就是这样三层，他也不去在意那个空间什么之类的，他只是单纯的把诗句表现出来，那意境就这么漂亮了、啊，而且构图非常的大胆，就三层，而且是斜的哦，你注意看是斜的三层，哦，这个这个也很妙。 就看起来很平凡，哦，你看荒亭依古墓，他就画一个荒亭，在一个凸起来的石头上面画一个荒亭，旁边就有一些古墓，依着这个古墓哦，哦，然后吉普呢渡寒州，画一艘寒舟，还画一个远山，就解决了，他又弄出一个不一样的画面，哦，好，这是那个孤亭，哦，那这这是那个。 帆船，好，那这个也是一样。你乍看好像觉得没什么，就很很有点像马下的半边构图。可是你读那个诗句，它是“四根山吐月，残叶水明楼”。它的月亮画在这里，就是有一颗小小白白的那个月亮，从那个山吐出来，山吐月。他把那个山吐出月亮的那个那个景象画出来。那你去想象那个山吐出一个月亮，其实是蛮蛮蛮有想象空间的、喔。 啊，这个乱水通人过，悬崖自屋牢。他在悬崖上面真的弄了一些房子，然后乱水通人过，就人经过那个乱水、啊，他这样就又处理出一个新的画面出来。啊，那个真的有人在那边走，啊，上屋那个悬崖上面的房子。好，那这个也是，你看这个这张画，我那时候看了也觉得你很有趣。它是两行情数值。 然后万点数山尖，它那个山就是都画很尖锐，非常尖锐的山，画了一大堆。然后树也很尖，山也很尖。然后这个路危行木苗，深远树云端。他那个人，你注意看中段的那个人，几乎都站在那个树梢上面，都站在树梢上面。好，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那个树梢是你可以摸得到那个树梢，这个非常的险。 这个还是树梢。那個、好，那这这一张也是很特别的。好、哦，风暖迎密树，春色抚清流。我就会看到那个清流，它清流根本没有画，它就是空白的，但是它就是把那个留给你去处理。那你看后面的那些山，就像一层一层的，它就是造出一个很特别的那个意境出来，就透过这些诗句。 我、哦、这个、画的很清清雅，非常的清雅。他其实最最了不起是这一些诗诗意册哦，画的非常好。哦，那当然这这这个这一件也很重要，就是那时候我看到这件也觉得这构图很妙，他就画一个远山，然后再来是一个中景，然后前前面一个像那个岩大的岩石一样，然的一艘船，就写了一句“便下襄阳向洛阳”。其实他。 是暗示你上一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也就是说，这一艘船呢，它已经从巴峡穿过巫峡，穿到了准备要下襄，便下襄阳向洛阳。它已经准备要开始下一个行程了。所以他画的是这艘船在中间的那个过程。那前面那三个都是跟你讲说，他已经经过这个千山万水，已经穿过来了。所以他等于是说，他其实是一个一连串的那个诗意的画面。 啊、把他把它做出来，那、啊、当然這，这这这两句要画有那么容易，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哦。你想想看，你啊，你可能就画一个巴侠，再画一个巫侠，那、啊、再画一个襄阳，再画一个洛阳。那事实上，你一画就整个画面就非常的乱。但他没有，他就透过一个三个不连续的三座山，三个不同的山，他就把这个这个诗意精准的表达。你看上面这个还用那个比较水分比较多的感觉，好像还在下雨的感觉。 好，那中间这个就是比较枯的这个的用笔。好，那最前面这个还是最近的，就是它应该是已经开到这个地方来了。好，顺从远、中、近这样子开下来到这里来，它准备进行下一个下一个行程，往下一个行程去走。所以就是说，其实卜新宇呢，他在他在这整个这个。 所谓的绘画的发展上，它提供了蛮多的很新鲜的创意，好、哦，非常的创意。那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从诗意一路到这个这个这个部分呢，你会发现说他，他他利用这个文学的想象呢，突破了一些古人所没有达到的的状况。当然，现在有一些现代的画家会利用写生啊，利用等等的一些有创意的做法去突破。 可事实上，原来在这个传统里面就有这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去使用，而且这些东西源源不绝。也就是说，这个这个文学的这个宝库呢，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好，如果你可以去想象，你可以想象，比如说我们现在故宫在展那个《赤壁赋》，你可以去想象一下那个《赤壁赋》，苏东坡可以透过那几个文字，把一个荒芜的地方想象成一个这么丰富的场景。那这个这个想象力其实是蛮惊人的。那如果你可以把那个 你看那个根依据那个《赤壁赋》画的那些画有多少？比如说画一个悬来画一艘船，有人在那边，就是说有人在上面欣赏那个赤壁的这个景象。好，也就是说，这个这个文学的都这个所谓的诗意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幸于特别格外强调，而且他也亲身的做了一些示范，怎么样突破让我们看。所以其实他都是为我们后后代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宝库，等等我们去发掘。 那今天大家就介绍到这边。好，哇，真的是太太精彩的一个我们这一个讲座哈、哦。那刚才呃，何耀全处长也已经呃分享了普迅的作品的各个各个面向的点。那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可不可以代表呃线上的一些观众跟您呃发一些问题？然后也刚好我觉得有些。 很多很多人对于欣赏普心畬的作品，有时候呃不是这么了解啊、哦。比如说在嗯，大家都知道，像近现代呃民国时期那个时候，近现代书画呃有非常多的很优秀的艺术家，很艺术的出现。那好像那像张大千呐、啊，他们的画作可能呃画面也非常的澎湃哦，然后技法也非常的好。那相较于普心畬的作品，很多呃。 收藏家们哦，观众们一看，会一开始看不太懂，会就是说，哎、欸，怎么都是画这么小啊，哈，然后呃，可能哎、欸，怎么都这么传统的感觉啊，哈，那呃，刚才呃，你也介介绍了普迅的各个一些面相哈，包含说他他呃用笔啊、呃，提按顿挫，然后他的这个书法的书写性，那这可能也是跟很多别的艺术家不同，然后到。 中间的一些墨骨啊、漫画啦、啊，那可能也跟他的生活的呃经历也不同，或者是我觉得也可能应该是普讯本人的个性啊，个性也也也是可能是他他跟很多艺术家区分来的的不同。那到最后，我们又了解到山水哦、喔，对应在古代山水。那你那么用呃比较整合一点，就是说跟我们观众们分享，就是说怎么样去返回来这些全部都有，我们怎么去欣赏普讯的？ 的画，因为其实普信畬的的画作，他自己就说，应该是说，不只是欣赏普信畬的画作，就以及欣赏传统的这个书画呢，那个笔墨其实是最重要的。好，就是那个画面的本身其实是附带的，那最重要是他怎么利用这个笔墨去营造出这个情境，就有点像说我们欣赏歌剧，你不是去欣赏那个声乐家穿的衣服，或者是舞台的布景。 你欣赏的是他在开口一唱的时候的那个声音，那我们在那普信的声音在哪里？比如说以这个来讲，他的声音就是在那个笔触从头拉下来、画下来的那那一段，就是他的声音。你在欣赏这个声音，就说他的所谓的唱腔或者是他的声段。那如果你去知知为末节，比如说，欸、人家带你去听世界三大男高音唱歌，就你在挑剔说那个布景很差。 那椅子也不好，那他穿的衣服也不行，那就显示出你很外行，就是在欣赏那个不重要的。啊，重点是他的唱腔，所以其实这个中国的这个书画一直一直以来都是欣赏这个东西，只是因为现在的观众就像刚刚那个韦俊也提到，就说现在的观众其实因为对笔墨来讲已经离我们太远了，就现在人不用毛笔，所以那个东西就已经是。 突然集体失忆，我们对那个毛笔的欣赏突然不见了，整个就从我们生活中不见了。所以你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就好像你没办法欣赏昆曲，那很正常啊，因为你本来就没办法欣赏昆曲。就像我会跟那个小小朋友没办法欣赏日本料理，因为他觉得他可以欣赏麦当劳，他没办法欣赏日本料理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他没有那个文化跟知识的背景。可当你有了之后，你就发现哇，那个日本料理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可以欣赏。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就是你要怎么样让一个完全不懂的人来欣赏普星宇？其实有一点难度，因为他本来就是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要给一般人欣赏的，讲白就是他不是给一般人欣赏的绘画，因为他本来就设有门槛。如果你不懂笔墨的时候，其实你没办法欣赏，可能大概只能透过，比如说我跟你讲说，哎、欸，这一笔画的非常好，啊，这一笔的转折顿作用的非常好，你有我有点像是求评，我在讲说，哎、欸，你看这一球。 投出去有点下坠，它怎么有旋转？那你也不知道，你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旋转。是我跟你讲，我骗你，你也不知道。对对对,對,對,對类似像球瓶的功能，对，大概是这样。是哈，那其实有，因为我们知道溥心的书法也是算特别好，在呃我们讲的近现代的一些的画家里面，他的呃普心畬的字啊、呃、特别好，所以很多人都说，很多人都。 同样是艺术家，或是在民国时期那时候的收藏家，都说特别欣赏普心的字，哦，所以其实透过字这练出来的线条，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说，哎，我们一些刚刚接触到普心的的，是不是可以去就是透过想象，就是去看他的线条，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比较简单的进入呢？对，就是当然，当然，通常一般线条也有分简单跟难的。 啊，比如说画人物衣纹的线条，那是比较简单，因为你有衣服可以参照嘛。你就看看，比如说他画这个丝织品的线条，他到底能不能掌握到丝织品的柔软度？啊，比如说我们现场有他画那个松萝的，啊，那松树的那些附生植物，然后风吹的感觉，他能不能利用线条表达出那个风吹的状态，让你感受到那个微微的风吹过来，那就是成功的线条。啊，如果不行的时候，他线条就太僵硬了。 所以这是欣赏线条又分，那比如说松树的树皮，它怎么利用这个顿挫的笔法，哦，比较偏锋的笔法去画出这个树干，很出色。让你感觉到好像你撞到它，你就会受伤的那种感觉。其实他们都有刻意的在表达这种直力，哦，这是比较表面的部分。对，然后您在这个题目上，你写说普熏是文人画第一笔，呃，我觉得您您也在传达说，其实普熏的他可能是他个性上，他本身就比较幽默。 哦、呃，所以他会，他的画作上常,常常会用他的幽默的天性，哦、呃，带有这种诙谐去创造出这种诙谐的画面。所以像我们，呃，背后这个，呃，画这个，呃，泰鲁格的，啊、呃，或者是你刚刚想象的这个夏洛阳的，也就是他的想象力，你会觉得普熏云是不是他的？因为他的想象力，所以让他的这些的作品，呃，层出不穷的好作品，会让人家特别觉得很特别。 对，就是其实艺术家，就像一开始有提到，最终能不能这个艺术家能不能成为大家，其实不是技巧，是你的头脑。就是如果你的脑袋里面没有东西，你的技巧再好也没有用。哦，就是你就像好的导演，你脑脑中拍不出那个场景，就拍不出来。你只是抄别人的，人家拍出来你就跟着拍，你永远都是二三流的。那你能够想出不一样的场景，就是说为什么普希金语的话，你会发现。 他怎么可以想出这样子的画面？你实在想不出来，因为你去遍寻古代的画家，里面都没有。那我唯一能够能够得到的答案就是这个诗意，因为他的文学的素养太好了。因为他比如说他在这个唐诗宋词中间经营了这么久，所以古人其实有些意境是写在这个诗里面。那你仔细去读，你会发现，最近不是有人提到说那个李白的诗很多看起来都是好像坐在那个飞机上面往下看的。 那在古代他怎么会有这个视角？很特别。那你如果能够把李白的诗都画出来的话，哇，那個、每一张画都是很那个气势都是非常大的。可是很难，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要把那个诗转成画面，除了你要有很好的技巧之外，就是那个转化的过程中也是你能力的考验。哦，你应该讲这个诗意哦，就像呃，伊普逊来讲，他自己本身会作诗。 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常常会看到，就是非常完整的他做的诗跟他的画面，他创造的画面非常很紧密的扣合。那这可能也是很多其他同时期的艺术家他可能比较做不到的。那如果呃反观回到拉到我们现在呃现在当代的这个呃艺术创作者，如果他们以现在来讲，因为大家已经不太流行做诗了嘛，所以从小一定是没有这样的训练。那如果说， 你觉得像您这样一路上看下来，从啊宋元，然后一直到明清绘画，到近现代，到到现在的当代，就是说，在这个诗，如果说在古代讲究的诗，到现在，对于我们现在当代的艺术创作者，能怎能怎么样的转化，有没有什么的建议？好，我想诗只是一个方法，就是说，因为普信云会作诗，所以他利用了这个诗意。好，那我们当然不会作诗，不过我们想。 我们可以想到我们有什么，就像刚刚提到，我们有唐诗。普逊宇其实也做利用了很多唐诗，因为我想普逊宇自己大概也知道，说他做的诗不可能超越王维，不可能超越李白、杜甫嘛。那其实我们他们已经李白、王维、杜甫已经用他那个了不起的脑袋，帮我们想了很多了不起的境界。我们其实只要在这个情况下，只要照着他那些诗去把它好好的，就是把它发挥出来，其实就已经是。 很了不起的一个画面。那另外，当然，这个诗意本身也不一定要作诗啊，就是说你要构筑出一个诗情画意的画面。就像现代的文学可能是小说，而不是诗，或者是一篇散文。所以你也可以透过写一篇散文，然后搭配画一张画。我觉得这个都是不违背那个诗意的这个原则。主要还是那个想象的的空间一定要有。如果你没有的话，就是说你这个人是一个没有创意的人，所以你画出来的话就不会有创意。 你永远都只能画你老师教你的，那你就不是不会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那如果你能够有创意，我发现现在有很多很成功的艺术家其实都是很有创意的。诶、欸，他就把什么东西结合在一起，就出来了。那普信畬其实是最早做这个的，他等于是说在那个传统这么传统的山水画里面，他去做了很多很有创意的事情。那这是更难能可贵。 所以其实总总结来讲，就是说，不管是用什么样的途径啊、哦，不管是啊、呃、先饱读诗书，研究这个呃国学，然后再研究书法，然后同时再呃再进入绘画，进入绘画以后，再反过来再用前面的东西，这个把生活的经验，呃，在当时他来，比说他来到台湾以后的生活状态，所眼前所看的，然后再把它转化成属于他自己的画面。 啊，就像刚刚我们看到很多，呃，像柚子也能画，大瓜牛也能画，鳖也能画。那在当时也都是没人画的，对。那他也敢于啊、呃，以他的身份，然后他用他的绘画的方式来完成。所以，以现代现代的呃现代艺术家来讲，也是其实这个这个这条、個、道路是一样的，是都是可以可以可以寻寻找的。那至于用笔用墨的方式，现在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 甚至像现在很多现在很多新的当代艺术家，他们可能都是用喷的哦，用喷枪喷的。他们可能又慢慢又又讲又又诉求，可能又放掉一些工具啊，种种的。但是在我们传统欣赏呃传统绘画来讲，笔墨笔墨这个是离不开的。等于说，我们透过不同的工具来来展现这个笔墨的的美嘛，哈、哦，是不是？嗯，就是笔墨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说，你好像。 参加歌唱比赛，那你说我不要出声音可不可以？大家不行。你要参加钢琴比赛，候，那我不要用钢琴，我用吉他可不可以参加钢琴比赛？对，啊、对,对，就是所以笔墨就等于是传统水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最主要欣赏的东西。那你把它拿掉就不适合再称为水墨，就是因为它可能就是另外，比如说叫现代水墨那是没有问题的。对，诶，那讲到这个问这个问题，您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比如说像您看这个古画哈，这么长的时间，比如说。 从五代啊到宋啊到元，他们一定都有经历过，哎、欸，可能画不过前人的那种经历，就有点像现在的这样当代一些，他们觉得哇，以前的画成这样，我怎么超越啊？就不敢超越，所以我就绕开来。这个事情应该是一层一层，每个时代都有在发现，都有在发生嘛，对不对？就比如说像范宽，他就把他内陆的笔法做到极致了。 那当然，郭熙就发展出另外一路的东西，就他他们其实会去找不一样的素材来做，那也发展出不同的技法。對,对对，對其实但是但是不会放弃它，笔墨是一样的。對,對,对，就是好像你说哈，你说五零年代的歌手跟七零年代的歌手哪一个技巧好？其实一样好，只是唱法不一样。對,对对，對类似像这样的概念是,是,是,是这样概念。那你歌唱一定会继续下去啊，不会说以后就没有人唱歌了。对，不会，绝对不会。是,是是是。 只是唱法哦，就是不同的唱法,唱法但是他们达到的技艺大概水准是一样高的。是是是是是，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啊、呃、也差不多了。那很高兴今天线上的所有观众们跟着我们啊，从、呃、普星云的的绘画里面去了解到他这个人，然后他的。 一辈子的成生长的养成，造就他最后艺术到的高度。那今天也很谢谢我们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处的这个何延泉代处长来来现场，把我们啊带、呃、给我们这么丰富的、这么精彩的一个讲座。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各位。